好，然后。他就是那种就是导入面膜功能。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新产品电子面膜，对，把这个像蝴蝶一样般的东西贴在你自己的脸上，是。然后它其实戴面具，戴着面具参加那种蒙面性爱趴，对，华丽哦，对，换气俱乐部也可以。今天会示范给大家如何使用这个电子面膜，然后还有冻膜，这个冻膜类似有点像。好，首先我就把这个先撕开来，这怎么像？像玫瑰童颜的那个，对，真的很像玫瑰童颜的那保险套，就是只剩曼陀罗。对，只剩曼陀罗。很别致啊，很别致啊，其实还蛮情趣感的。这个你就是在这晚上使用，你还可以当润滑液。对，给大家看，我们这其实非常的有光，浓稠，就有点黄色的，就感觉很像脓包。我跟你讲，这种还会 很有那种保湿感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它吸收很快、欸，涂在手上就立刻吸收，蛮香的，蛮天然的味道。大家看一下，你看我脸涂真的超光滑的，你看，整个都有光泽。冬天到了，就是会很干，然后还可以就是抹脖子。先跟大家讲说，现在是一个金色的电子面膜啊，它这个是要给大家看一下遥控器，你要先把这个东西去沾湿，沾湿大概一分钟的时候，它浸泡一分钟，然后你就把它这样扣上去，超级可爱，看，就这样贴这样你看就好了，有点粉色系的、哦，它磁铁的，一咔就扣上去了，很厉害哦，是很漂亮的。然后在家也可以情趣啊，跟你的老公啊，换、这个变装的那种感觉，变装想上去哦，嘉年华会哦，嘉年华会感，这要先敷面膜，然后再贴上这一个，对，我先去把它浸泡一分钟，好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，我看浸泡一分钟，它现在上面都是水珠。对，因为它这个需要水才能够就是导入。好，那我们先敷这个，它首先是要先敷这一片。对，它这面膜啊也是有芦荟的，它是焕白面膜，它这个其实有点像蚕丝面膜。对，好，性变态，把它均匀的那个敷上，就是它这是第二层面膜。对，你敷好了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。我的第二层像效果怎么样？超服帖，因为它是那种很服帖的那种面膜，它不是那种一直会绕下来的。好，再来是这个，好，可以把那个方扣上去了。它这个本机是无防水的功能，浸泡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个机器拿来浸泡，你只能就拿这个面膜去浸泡。对，哎、欸，你看它还有那种吸的感觉，我感觉到了。按开，像什么摔跤选手？对，快帮我按，帮我按开关，按，用力长按，长按，长按，对。啊！你看戏啊！你觉得我开了吗？还没啊，快开，它亮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这很惊悚哎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嘴巴有那种麻麻的的感觉，真的有。把那个精华全部都倒入脸部，这样。还有那种嘚嘚嘚，而且我做脸的时候还会有那种感觉、哦哦，那种效果，真的好高级哦。我牙齿都在震，真的。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你用，就是你在家自己用啊，就可以达到，就是说，就是你就可以达到那种。导入跟那种很非常非常保湿的效果哦，它又来震了，这可以调弱一点，那么这个按减，这个按加减，好。然后在这里，我们现在敷的时间，我等一下会再上妆给大家看。对，它真的很有震，它这个有拉提，就是那种要去那种天使肌那种。对，所以在家里的话，就其实可以做到这种效果，我觉得就是美容级的，美容级。对，其实还蛮划算。最近欧洲的影片已经要准备要出炉了，因为其实最近其实都蛮忙，我牙齿现在很震，你知道吗？就是。这个很有效哎、欸，就是它其实可以震到你的整个全脸神经，就是你觉得颜面思考的人，我觉得你可以试看看。好了，给大家上下，我已经拿下来了，哇！哇，现在整个变白哎、欸，而且很滋润，看一下，先把它关掉，你看哎。他还在这样闪，刚刚他还在闪。哦，手你摸啊，你手这样摸，你手摸，这没事啊，我在那边摸着。你们两个很夸张哎。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就是我刚刚用完的这个米娜智能面膜，你看我的脸非常的透亮哦。有痘疤就是因为它干燥，所以呢有痘疤，它现在全部都已经就是让它比较保湿，所以你要那个化妆的时候，痘疤的地方会比较容易遮得好。你看上面一颗一颗一颗，这都是它的那个电疗的那个，很有感哦。一定要用这个保加利亚的玫瑰导入搭配这个使用，
对，一定要先上这个冻膜，然后再上这个，再上这个旁边。因为它就是你看像一般去美容中心，它那种高级美容，它都会先帮你上一层很厉害的冻膜。对，它这个就会附在里面。对，它就是它，而且它是保加利亚玫瑰的那个保湿冻膜，然后再附上那个面膜，然后这个再贴上去，它有八段式可以让你去调整，八段式哦。它的强度有八段式，一个套装组啊，有五包凝胶，十片低柔敏配方的面膜，然后一台机器和一个金面膜这样子，所以其实还蛮那个神奇的。然后呢，它可以就是让你在家里享受脸部瑜伽，就适合那种懒人啊没有空的大家。然后它是有抗敏配方，然后九糟的肌肤都可以使用，这个也可以用10到15次。那一定要对，一定要加购一罐，就是它的凝胶，它凝胶非常重要，就叫是超导凝胶，就导入凝胶，然后一个疗程20分钟。然后一天可以使用，可以使用1到2次，或天天使用都可以。教大家如何做一个轻薄的、很轻薄、很轻薄的那种底妆测试。好，我现在就是，就是把它的一些那种就是暗沉啊、痘痘啊都遮掉。对，然后效果会非常好。嗯哼，看啊，它只是用，我只用化淡而已哦。对，它这些都是全素颜，然后就是用了这个之后立刻上一些底妆。对啊，你看现在整个就很透亮啦。对对，它只是很淡而已，而且光泽感，光泽也很好。对啊，现在很多懒人，就连妆前很多不会去好好或者是保养的人，对，他就是导致他的妆之后会有浮粉状况，对，或者说你的妆没办法遮瑕力很好，就是、那种涂一个那种墙壁，好像水泥会掉下来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你保湿一定要先做好。是在这里跟大家最后推荐，就是这个米娜智能面膜，对 ，Magic 米娜智能面膜在这里哦。对，这种就是美容东西，男生也可以使用，而且它是有特殊的专利，特殊专利。今天呢，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，或是呢想要去购买的话，我就会把我们的那个网址放在下面。对，在这里希望祝大家就是能够大家紧包美丽的皮肤。你看我现在有痘痘的状态下，它都可以就是遮瑕它。我这上超薄，完全就是连5块硬币都不到的那个粉底。大概就是素颜嘛，然后只上这一点点，我才挤那么一点点。你看这个气色就变得超级无敌。而且我们这个光还不是说打什么特别的光。对，你看这气色是变得超好的。大家需要保养自己的皮肤，不管男女都要漂亮哦。OK， 就这样啦，拜拜。Boy, you find another heart to break, so heartless with your twist. 我刚讲话，后面一直有人在呼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一直喘气的声音，我觉得好可怕。对对，因为其实如果今天你的妆不服帖的话，很容易看得出来脸上的瑕疵。好，两脚要开开哦，鸡鸡要露出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对。好，反正就是等下给他看一下，你看我的脸上非常的光滑滑润。你也不要给自己加戏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给自己加戏。哎、欸，靠背，你后面他妈不用跳舞哦。你后面不用跳舞吗？啊，奇怪、欸。哎呦。好，那叫人在后面，你在那边休息是怎样？对啊，你这个都露出来了、啊。你能不能好好露啊？他在卖肉，你在穿衣服是怎样、啊？不要自己加戏，这样不好，很难笑。你就好做好卖肉就好了，在那里，你可不可以卖肉就好了啦？等一下看一下，然后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跟大家讲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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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